上次我们提出了零到六岁国家养，那今天最主要的主轴摆在六到十二岁国家雇儿童课后照顾免费政策。那所以我提出一个叫做三安的一个课后照顾的服务。第一个就是让家长能够安心，第二个让协同能够安全，第三个可以照顾弱势安人。所以在这样一个状况底下，我有几个主张。第一个，公立国小的课后照顾全面免费，而且要达到人数倍增。另外第二个主张，课后照顾到晚上要到七点。主张第三个，边乡弱势协同也要开设照顾专班。另外一个第四个主张，这个部分呢，其实光靠协调是不够的，所以一定要扩大民间的参与。所以我们会建立一个媒合平台，让青年的就业就倍增了。所以今天课后照顾免费政策，让我们的家长爸爸妈妈安心把孩子留到学校，你安心好好上班，有人照顾好，有人帮他找到适性的教育。再度谢谢媒体朋友。好。